飞宇 AK2000C 如何调节电机力度？若拍摄中稳定器出现抖动等异常，请尝试重新调节电机力度，将稳定器静置在桌面上，左滑两次屏幕，点击力度设置，选择自适应，点击确定，等待云台力度自动适应，点击完成，自适应成功，稳定器可以正常使用。